画谱甲拉谱是原创不单嘅两个概念，虽然意思相通，但是两者嘅单词走作过远。画谱是甲低配版，你同那个画字甲啥物啊搭配？比如画戏、画刀、画刀大声，拢是非常粗俗嘅物件。而拉谱就是豪华版，你同那个拉字甲啥物啊搭配？比如拉灰、拉丁舞、拉提琴，拢是非常高级嘅曲目。拍个简单嘅，比如听人画谱，就会烧到只凉水，摸只阿符哦，但麦咪咪摆尿尿，卡壳刮落去。而听人拉谱，就会烧到只家灰，朋友也是口得口得，但是都慢慢品尝，而且点啊非常享受。无等到去人家抄来，画谱嘅最高境界是咩解？就是人抓咩解，就来画谱咩解。比如个阿弟整毕业出来拍工，解决汤锅菜几百，我刀卡崩十五年，笃笃疼啊！你欠过钱来买咗两包冷冻，叫来公司个算人，伊哩就干哩。再比如有个盲翁，天生就是平翁，硬无别人高山猪领，加吉哩无能力去整，了哩实在过好命。还无病就只有树叶紧紧磕口去夹，海米狗狗磕口去夹。再比如有个土财主，别墅哩黑寡头，门会哩无米搞。了平时发个朋友圈，你点一张到门做做，惊死人个美大流臭。事实上，就是去网顶当平晒潮，四山臭，三十外度翕皮捞，来白当捞妹落下包。